大家好，我是牛舌，欢迎收看牛舌吃好料。我们今天来吃这家阿中炸柜。哦，这家呢分量多又便宜，阿中点菜的汤让你喝到饱。我看现在都在排队，啊，现在都在排队，人潮不断啊。这一间啊，其实就在我家附近啊，我每次经过都人蛮多的。啊，老实讲，我还没吃过，啊，我今天好奇就来吃，看好不好？暴露自己的踪迹啊，等下被找。你说我住哪里啊？对啊，没差啊，你就是想被找啦。没有，开玩笑的，来来来，走走走。香酥原始的味道，味道不错。来吃看它这个炸鹅蛋啊，算是招牌啊。吃这种炸柜哦，炸鹅蛋一定不能少。看一下，哇，它那个内馅蛮多的，真的多。吃看喽、发现了、它好吃的点是在那个饼，它那个皮啊，很会炸，快速又有点香香的。所以它裹什么东西哦，特别的水准。所以你觉得内馅比较普通，但是皮好吃？对，因为内馅是差不多是那样子。我们这边哪一个？这边玉龙贵，内馅差不多是长得类似，但是它那个皮，我觉得它那个味道很会调，那个粉很会调。我相信吃炸的、其实都蛮讲究外面那层皮的，对不对？对，所以它这家店的皮的很跳，难怪那个大姐每次来都叫800块回台北。哦，那真的有够多的啦。还不错，真的还不错。哇，它是一个炸皮贵，也是我本身自己爱的。它其实炸的算是里面不会太干，就对了。不会太干、我看它这样子生意不断，它这样炸的品质还可以稳定，也算蛮厉害的。对啊，而且他手都没有停过，哎，他的老板是炸的没停。重点还一个人炸。哎呀哎呀，再来个味噌汤，是让你回到饱。你看的味道怎么样？它的味噌汤偏淡，可能是故意的，因为这毕竟是炸物嘛，让它解油腻。啊、但是不用钱就不用太讲究了。哎、不错。啊，对了，刚刚客人大姐啊，跟我喝了阿上红茶，没有喝到生意低了，我给大家看一下。他、的红茶是蛮浓的，应该是他们亲手泡的，蛮香。你说一杯13块啊？一杯13块，如果懒得去买饮料，这也可以喝啊。不错啊，不错。啊，它不会太咸。好，我们来加个酱料酱，看一下这个，好像是辣椒酱，偏水的这样，比较水一点。我再来看，我给它挤在旁边。好水哦，它比较水一点，可是看起来它也蛮辣的，对吧？那我们用个杏鲍菇来炸看，沾沾看，沾沾看哦。它的辣椒酱水归水，可是蛮辣的，但是自己特调，蛮香的。大家看它的酱怎么样？搞不好也是自己特调。
现场，他擦酱比较好吃，比较不会腻啊，也比较有特色。其实酱料他们自己调过的，不错。当然一开始可以先吃原味的，原味他们品牌就有一定的水准，再加上他的那个调味料，我觉得还不错，可以尝尝看，真的可以尝尝看，会有不同的味道。好，那我们继续吃啊，吃完跟大家做个收尾吧。那个锅贴我最爱，刚刚那个老板啊，每次请到他讲说，他的客人很多，都跟他们讲说卖完了，才2小时就全部卖完了。现在才几点而已，现在几点？现在还没晚上，他下午开没开几小时就全部卖完了。下班时间一堆人跑来买，对，都没了都没了。我们上次抢到最后一摊了，运气算蛮好的啦，运气算不错。我自己个人的排行榜前3名好不好？炸鹅蛋，他用猪萝卜糕不错，他还有香菇也不错，这3个你们可以参考参考。他以外的话就随便你们评，好，这就推给大家。那我们影片到这就结束了。各位朋友，我们今年产片量会增加啊！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的朋友哦，一定要订阅我们啊，甚至强迫你朋友订阅我们哦。你看，连我家猫都疯起来了啊！爽，一定要订阅就是了啦。不爽啊！啊，不爽再看一遍啊，看到爽为止啊！强迫我们订阅就是了啦，马上冲起来！太凶了啦！